爱你让我无法忘记，为了你我从来不曾放弃，松花江水映着那一轮红月亮，就像是你唱着古老的歌谣。不停转换，冬季来临，大自然把世间最洁白纯净的景致赠给了松花江，似乎时间在这里放慢了步履，让忙碌的思绪在此有了片刻的休止。松花江在冬季呈现出最为独特的景致，松花江是一条具有冰雪奇缘的大江，冰雪制造了松花江。松花江人是最懂得应付恶劣天气的一群人，身处冰雪之中谋求生存之道。每逢红网出现，无论是冬捕作业者还是围观的看客都显得异常兴奋，宏大的场面让松花江在冬季里不再寂寥。松花江上的湖泊、水库，甚至是家门口的泡子，都有冬捕人的身影。农人猫冬，江人冬捕，本是平静的冰雪空间，却因松花江人不畏严寒的劳作而变得热闹非凡。松花江的冬捕多集中在松嫩平原，这里有高达6%的湖泊率，是中国湖泊密度最大的湖区之一。在过往的冬日里，食物种类单一，数量缺乏，冬捕成了松花江人补充新鲜食物最主要的形式。直到今天，传统的冬捕方式在大小湖泊上从未停歇。月亮湖不同于人工建造的查尔森水库，查尔森湖下最深处达14米，这为冬捕带来难度，水下的鱼更容易得以逃脱。而天然的月亮湖水深不及查尔森，加之不同于那里的石头湖底，水下尽是泥沙。在这边下去，那么往那边拍它那个整个那个网，就是不是要晃一动？哎，晃一动。没有吧？没事儿了，刮不着你。你过去拍张镜头就完了。好了，刚才我，咱这个方向啊，看过。今儿灯火我不出去。不行，没有能见度，一点能见度都没有，是不是？特别浑的，特别浑。冬捕的大网经过，水底就泛起了泥浆，在这里进行水下摄影难以捕捉清晰的画面，但为捕鱼提供了方便。如果捕到的鱼能达到10万公斤以上，在这里便被称为红网。渔网拉起之时，鱼群视线变得模糊，误打误撞的鱼不在少数，
这也是月亮湖能够出现红网的原因之一。来，抓紧，这大伙儿这点鱼还不错吗？上钱了！大伙儿，你船头各船头都找不着，抓紧点，点过来！里边的都伸手，都伸手！群鱼刚刚离开风冻的水下，跃上冰面后，在寒气中迅速冷冻。严寒中，处处都可作为天然的大冰箱，这样不仅能够长期保鲜，而且便于长途运输。月亮湖渔场仓库的院子里，堆满了速冻而成的胖头鱼、鲢鱼、鳙鱼、草鱼等松嫩平原的湖泊鱼种。周艳峰是月亮湖渔场的职工，他带领团队捕上来的鱼要与渔场分成，按鱼的重量来兑现劳动所得。这种分配方式叫做金鱼报酬。每逢红网出现，他的妻子孟凡清也会带领家里人一起为鱼分类并逐一称重。鱼种的分类和重量的大小决定着团队的收入比例。天不亮就走，天黑才能回来。今天在外边干活好几个小时，挺辛苦的。在这面干活，心里也惦记他在库里那边打鱼啥样。今天不知道能打多少。通过计量，有了20万公斤的收获，超过红网标准的一倍，这让周艳峰夫妇心满意足。这就得打一半是吧？今年呢？妥了，师傅。你们能开出汁来了。有的朋友这鱼好吃啊，大鱼小鱼都喜欢吃，水质好，味儿鲜。要不然水库这孩子都聪明了，都考的可好了，考学都聪明。你看上外边打工的小孩一个个都那样式儿，都贼拉聪明，就吃鱼吃的，都说是吃鱼吃的。在所有的冬捕场上，场面和气势最能独占上风的还是查干湖。查干湖，蒙语为查干闹尔，意为洁白的湖。这里的蒙古族居民把白色视作神圣的象征。冬季，洁白的圣水湖畔正在迎接一场盛大的仪式。每遇深冬时刻，查干湖冰面被切割成固定大小的方块，每块冰都重达500公斤以上，至少需要3到5人同心协力才能用冰钩将它拖拽上岸。这些冰块将被运往不远处的施工现场，然后打磨成不同的模样。上100名工人要在15天内将这片区域打造成每年一度的冬捕盛典开幕现场。即便是冬天，制造一个冰雪世界仍然需要造雪机的帮忙。刘孔明是查干湖渔场的职工，他所负责的4台造雪机要昼夜不停地赶在开幕前完成雪雕和雪道的造雪任务。整个上面现在咱们所有看到的白颜色的，现在最终这些雪全是这4台机造的，必须保证机器24小时转，才能保证这些所有的裸露在就是外边的土和冰全能覆盖上。来，他们这个下马进来。一年前，他辞去大庆的工作，回到了家乡查干闹尔。几年来，查干湖东捕声名鹊起，让这里的年轻人有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严寒加剧了机器的故障率，需要昼夜反复巡视才能保证正常工作。我们不可能轻易走，轻易请假。查干湖在我心里比任何地方都要重要。寒冷并没有限制人们的想象力，雪雕以初见雏形，以冰为砖，以雪为墙，冰雕雪雕都已基本完成。冬捕之时，早起的渔工们就像他们的祖先那样，
向着捕鱼的冰面出发。湖面一望无际，想定位鱼群并不容易，这考验着捕鱼者的判断力。捕鱼地点是鱼靶头早已选好的。像所有的冬捕场上一样，工人们用最原始的工具限定冰眼之间的距离，两人一组，一人下窜，一人捞冰，累了就互换工具，组与组之间交替前行。其余的工人整理着长达2000米的渔网，随着打窜的人员离终点越来越近，走杆也随之入水。有人用穿针引线来形容这一独特的冬捕细节，犹如巨大的针在半米左右的冰下前行，它牵引着细绳钩边，随着粗绳的入水，便需要马力带动绞盘旋转。2000米的大网缓缓入水，透过冰层可以追踪网的走向，网要在水下行走个把钟头，渔工们也要趁此时间抓紧补充体力。这夹脚的，这个也没有脚，哎，夹辣椒的能行？再来，再来，再来，那行，那老鳖嘎嘎往雪地上蹭，蹭完再吃。老鳖带着还得来。哎呀，剩他剩下的全是羊。马匹始终是查干湖冬捕不可缺少的角色，渔网在马力的带动下缓缓移动，一场悄无声息的水下包围圈正在收拢。集体的人工劳作与马拉绞盘的作用力在查干湖冬捕中凝结成一种强大的合力，这种合力不只是来源于人类的付出，马匹的肩背上绳索勒出的血迹依稀可见。而对于鱼把头张文来说，积累的经验与承接的运气都集中在冬捕的当天。与此同时，祈求福气降临、祭奠圣水之湖的仪式，也是现场所有人不愿舍弃的传统。六个小时过后，收网的时刻终于到来。大爆网了，朋友们！这局啊，这种场面啊，这种场面，我相信啊，只有在我的这个视频里才能看到啊。兄弟，我这快开票去了。哎哎，这局怎么了？来这边，大哥，我打，我打，来啊，我来。哎呦我天，这金枪是谁呢？我来，快！今天的收获颇丰，60万斤的出鱼量让查干湖在这个冬捕季节独占鳌头，已不是红网的概念，而是爆网。整场冬捕已近深夜，冰面上依旧布满了等待装车的鱼，有的鱼在没有分拣完成时就被现场的游客挑选购买。古往今来的渔猎方式在今天通过各种经营与推介途径对外传播着。忙碌的冬捕结束之后，查干湖的张把头也可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稍作休息。啊，张文把头家是哪个？啊，那个，
马在前面走，另一边。看我们这个画面，就捕鱼那姑娘，那鱼就往下跳这种，哎，就是相当那个壮观的，是吧？走出一看，就是茶壶，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那个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所以说，你们茶壶，年年有余，年年有余，给我们一个点赞。我们也可以离开住宿的家庭旅馆，准备打道回府进行休整。你要吃，我把这上面切下去给你。不要，谢谢姨。孩子们多好，姨。嗯呐，真好。完，你要是有时间，你过来啊，到姨这块啊。离开茶干湖之前，我们看到人们正在抓紧拆卸东埔街开幕式的设施。冰雪开始消融，茶干湖也将恢复往日的宁静。茶干湖处在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以及吉林省形成的一个金三角地区，松花江和嫩江在茶干湖所处的松原地区汇流之后携手向东，这里是松花江的中转站。从这里向东南方向回溯松花江，便可到达松花江的南缘。经过四个小时的高速行驶，就来到了冰雪之山长白山。山，今天作为景观名片的长白山始终吸引着许多摄影人来此凝视他所经历的冰与火的奇遇，凝视他的日夜转换和四季轮回。凝视效应由南缘沿江向北延伸，会发现松花江干流上有两座主要的江城，冬季里被称为冰雪之城，他们是吉林省的吉林市和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我好友，我健康，我快乐。
哈尔滨的冬泳爱好者超过500人，他们自发地把这个群体分为道里、道外、太阳岛等队，有200多人坚持每天下水。来，队长先跳，队长先跳。有人说，槟城人的热闹生活是从冬天开始的。凡是松花江上的跨江城市，都有不同名称的冰雪乐园。原本由酷寒带来的不便，却被乐观的松花江人用智慧来逆转，创造出具有独特气质的冰雪世界。每年进入12月份。是采冰人最忙的时候，哈尔滨在每年冬天都要建造一个冰雪大世界。2000多人的采冰队伍要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开采近20万立方米的冰块，运往冰雪大世界现场。今年的采冰时间有些迟缓，2018年的冬季气温明显高于往年，直到12月7日气温骤降，冰层厚度迅速增加到30多公分，采冰随之进行。电源具在江面上刻下纵横交错的基线，基线并不完全穿透冰层，只滑到一半深，剩下的就由断冰工最后击断。谢春生采冰30年了，人们都叫他谢老大。他从做采冰工到现在，已经拥有3支采冰队伍。今天比较晚，冰冻的晚，8号开的槽子吧，持续大世界最少得半个月吧，正常打半个月都得达到4万方米。不是所有的江水结冰后都适合用于冰雕和冰灯制作，采冰区每年都选择在哈尔滨市公路大桥附近，这里的江水足够深，只有曾经流动的江水被冷冻后，才能保证冰质清澈透明。由240个冰块组成的大冰台重量近100吨，在江水浮力的帮助下，一个人就可以拉动。它的尺寸是800×1.6米，厚度现在是320。随着天气涨啊，一天涨2公分，一天涨2公分。往粪沟这个拉冰的、拉套的、踢沟的，冰没了又得溜冰的。你冰溜完，那么有开槽的。我们正常的话，一天呢、毛方得达到1000方冰的情况下，2000多块吧。像我们9人，一最少得达到200块钱。有点停冰了，差不多的。头2条冰出完吃饭。谢老大采冰30年了，说起工具的变化，他深有感触。那时我也就是17、18，连靴都没有，那时候穿胶鞋都不错了，都穿布鞋，那鞋都湿透了都。就是那时候开3轮车，扣塑料棚吧，完了专门拉人打冰，人要冻脚的时候，车招车站下了，完你下来车往前开，你跟着车往前跑。等你说这个脚都要跑热乎了，完之后那时候你才能上3轮车，完车再往前开。20天里，每个人工作12个小时，出冰200块，每天能挣300元钱。太阳刘主要打电话，明天早上早点要上4点出冰的。咱们3点多钟就走吧，我走之后你打电话啊。因为完了这几天吧，大石冰是太缺冰了，完了的话坚持这几天吧，你咋整，兄弟们？哎。明天再告诉你几点来呀？明天告4点出冰的。行，那你4点准时给人出冰啊。今天早上他妈的去晚了，这4点晚上砸哇哇的。你多长时间就能走？几分钟啊？几个？你先不车个轮子。
今年谢老大和几个兄弟制作出第一台采冰机，试用的效果不错，一支采冰队最少能节约两个人。马长龙是谢老大多年的朋友，他闻讯赶来，也想做一台同样的机器来提高采冰效率。要这活吧，一寻思也够了，你是不是干吧，这活还挺到位。对，嗯，就你要整那个机器，这玩意儿是也是真轻。对，嗯，要这个我也早我就做上了。第一个也是没时间，第二个原因啥？第二个原因在哪？我就看这个好不好使。你要做这机器成功了，你让他们使，还咱们合适？一台机器做下来需要3天的时间，费用需要10000元。如果用来冲抵节约的工钱，今年只能收回成本。但是机器能年年使用，这样盘算还是值得的。吃饭吃饭，这回有馒头了啊！少喝少喝啊，实在喝太多了啊，喝少喝点肉身得了。你总有大驴好像是20号开园吧？把驴的拉来也得干到20号吧。在太阳岛上，6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将有10000人在半个月内完成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就是世界上单体最大的人造冰雪主题公园——冰雪大世界。20年中，太阳岛上的冰雪大世界每年都用全新的形象示人，而哈尔滨的冰雪作品最早出现在中央大街旁的赵林公园。1963年2月7日，农历正月14那天晚上，哈尔滨市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在赵林公园拉开了帷幕。第一天就有近50000名游客入园游览，门票价格成人5分钱，儿童3分钱。张永斌今年83岁，56年前27岁的他参与了第一次冰灯游园会。我从1963年参加了筹备第一届冰灯游园会，赵林公园花卉班动出了1000多个这个冰灯，前门呢摆上了许多冰花，把鱼类呀、花卉呀冻在里边，这样呢就在正月15对外展出。这个消息当时就轰动了哈尔滨，参观的人很多，7、8条街吧全是人。后人入场的时候呢，公园的3个大门全开，也不收票了。不少人呢把鞋挤丢了，帽子也挤丢了。第二天在这清理公园的时候呢，光鞋就捡了2大筐。当天有10几万人，一共呢展出3天，后来又延期到6天，这样观众能达到25万人左右。在松花江上，冰雪不只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松花江上的人们与冰雪相遇，从冰雪之中谋求生存。人们与冰雪相识，凝视它们的细节，并发掘其间的美妙。人们与冰雪相伴，磨砺出豪气、豁达、顽强的性格。松花江与冰雪相遇，松花江与冰雪具有奇缘。